你怎么这么能睡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走错片场了。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想成为英雄，但时常生活不仅会给你泼一盆冷水，还会给你当头一拳。是不是经常觉得比不过别人？是不是经常觉得努力没有回报？是不是经常陷入自我封闭？但是与其混吃等死，自我贬低，不如笨鸟先飞。我不行是弱者的借口，我可以是强者的谦词。吴雨霏总选目标是 TOP16， 一分也是钱，一块也是爱，帮助吴雨霏建立自信，您就是英雄。